嗯，行啊，行，慢加一下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是是是，天天穿这只夹克。我把下午看那只我给你拿出来。看的这条，这是小公狗。嗯，小公。然后骨架还挺大，对，这个各方面都还行。骨架还可以。有这个有三个月没？没有没有，两个多月。三个月的，你说的那条母狗是哪一个？这个是母的，这是公的。我拿出来吧，拿出来你看。尽量别用手摸他的鼻子嘴。他这个耳朵也没弄，他那个这个耳朵没这个耳朵他的立得好，他俩差不多，都是半立的状态。这公狗耳距是不是近一点的？对，目前来看是。这两条如果打包一起的话多少钱？这俩价格差得多呀。差得多。那个母的比这个贵，那个是狼王的孙女。就是狼王辛巴的孙女。这母狗就那一条出的，还有没有？没了，这仨都定了。都定了。都定了，这仨都定了。这个带证书带芯片的啊，这个带芯片。这个不带是吧？这个不带。你看这个狗，将来就是发情的小母狗，那就找一个跟它差不多的情况呢，有还能小狗还有出生证明啥的呗，对不对？那个你得给它繁育打下来，然后再找一个有繁育的公狗，它们生才能办手续。还得考试。还得考试。对，母狗得考试，公狗也得考试，公母都得。好不好过呀、啊？那个，反正得费点心思。是不是得训小狗？得训啊，得简单训练。我一般这卖的都是一口价，也不管是自提也好，也是往外发也好。做了几次驱虫啊？驱虫这两次。三针都打完了、这个你回去过个三五天还是再打一针，再补一针。这风格挺漂亮。差不多能玩这狗。你看抖音上他拍的那个500的那1500的那狗好多了。是吧，那现在吗？这三条都定了啊。这三条都定出去了。那个呢？没有这个公的吧？那个跟那个母的是一窝的。啊？那个公的跟这个母的是一窝的。哪个是母的呀？那个公的啊。他俩不一窝是吧？不一窝。正好你养什么叫养这个再给你配一个。咋样？我看玩那个 CVSN 的那个啥那大比赛那个狗。CSV。那狗啊，都是上万。是啊，这都是 CSV。这个狗都是。那家庭闲养，我要不了那么好的狗。是。咱买回去都浪费了。是理解。对对对，主要是那个血统好，有手续。像我这新手小白就要这个。行，就要这个也行，这个适合。那给你挣差不多。就这个。行啊，行，你拿笼子。你回去有啥问题都联系我。行，那在你这儿吃的狗粮还是啥？吃狗粮，我给你带点。吃的狗粮，回去还不能立马喂它啥了。来，
一天三顿玩儿。嗯嗯，就三把吧，这个。嗯，不用排，因为一看是。那做完那个去虫之后还用做什么吗？不用了。之后就每隔三个月半年再去就行了。我就准了。你回去反正尽量头两天别外出。嗯啊。我这个到时候要是想配狗呢，别问我是活的配啊。你这是公的。我要是如果要再想要小狗的话，就是不上学校里种它。找品相好的母狗配。那这个我要再想要小狗的话，找品相好的那个小母狗就行了。嗯，起码得跟他差不多，别找太差的，太差的配出来没啥意思。那这种笼子你是在网上买的是吧？还自己焊的？是自己做的。嗯，就是这个下边这个板儿不错。走吧，拿笼子走。他那个证书啥的，这个芯片打进去了没？没有，没打，还没打。就出生纸跟芯片。嗯。那这是泡，他这个是咋泡的？那直接对着温水泡的，40度的温水。嗯。这条狗天天就是坐在这儿拍，就坐这儿讲。嗯，这他自己打吗？嗯，办证书的时候用。哦。他办证书就把这个出生纸交给他，然后把芯片注射到里面，换成一个证书就行了。办证书得500块钱吧，可能。要是不打比赛，办不办都行。你说这个年龄啊？年龄不，这个他改新规了，这个年龄跟这个实际的都一样，他不管够。2个半月，哎。2个半月。嗯。那你得经常带他出去溜，得够活动两打。狼王就是全中国所有狗第一名。狼王，嗯，打比赛，就你看那个视频，就是那个狗牵着转圈那个，走，亮边，给我堵死了吧，还能追下不？能追下一个，先放一个，这亮边，哎，下边点。好，跟他熟悉环境，会不会点水？喝不喝上的？啊，可以喝水。嗯，那行，行，好，我们走了，好，有缘再见。好，等狗长大了啊，这狗长大绝对错不了。嗯，好，你们不着急，咱们就吃点东西。你们回去不还得吃啊？有时间来这儿找你学习就能来，欢迎你们啊！啥时候来欢迎你们？祝他们一路顺风，感谢老乡的支持，也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好嘞。